我们这边打了120，就是打120啊，对。嗯、还有个啊，还有个是重症患者，我们不收，生活不能自理的，我们也不收。走路走不了了，生活不能自理，这不是医院，这只是个隔离点，出了事没有任何人对你负责，我们也担不起这个责任，这只是个隔离点啊，跟大家说强调过很多遍，这不是医院。那就不能在了。你来了就只能在里面安心医了。进隔离，而且不能出来。那我如果说妈妈要打针怎么办呢？那也解决不了，因为我们这没有任何一些救助设备，所以你这点你这要考虑清楚。我吃完两个半点。啊？要吃完只能委托家属给里面的护士、医生联系来送。哎，他就是发的。医疗可以包扎。这不是医院的，这是我们接到通知，这您去，我只是负责我这个点位，明白不？啊，大叔，就说我们这里面，我对你讲清楚，不要到时候你们又说这个打针那里，这里面没有的，医务人员是有刀的，但是他一些设备都没有，知道吧？那些就是些设备啊。最主要一点就是说，这里你进来了就不要再出来了，避免进行一些交叉感染。家属也是一样的，不要进来，但是这个隔离点如果说接受不了啊，你们这边就可以回家自行进入隔离，这是怕那个怕感染。他就是有体积，全部这么有。